Hello， 我是阿金，欢迎回来观看 Black Snow 的游戏影片。在上一集当中，我把信号弹往这边乱丢了。靠腰，难不成我要摸黑进去吗？前面有个红色箱子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不过这边有灯光，我应该还算安全吧。呜，注意哦，三根。哇，到处探索一下，乱丢。靠，死路。还有一根，还有一根，满地都是大便。死路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捡？我捡到一个 X 光。我来的路是哪里啊？是那里吗？超浪费的，啊！到处乱丢信号弹，哥，路在哪里呀？哦，我发，不 ，fuck you， 啊！看我怎么找不到路进来、欸！他妈的，再来一次！就在转角而已嘛，靠腰，我还绕那么远。哈哈 ，X 光的底片就在 A 书旁边。干，我剪下去，马上就会有一只怪物冲出来，我赶快冲出去。这里吗？是这里吗？蛮踩着大便前进，不要咬我！哇哦！妈的，超惊险的啊！门也关起来了，靠腰，太恐怖了！黑到靠腰，根本看不见东西。哎，为什么这个信号弹又伸出来了？是因为我读取游戏吗？靠，我想一下，这边关门了。这边也关门了，啊，只剩下右边的贩卖机那边可以走而已。没有路，没有路。干，混蛋！混蛋，路在哪里？不要打我！靠！一片黑暗当中，根本搞不清楚怪物在哪里，连门都找不到，到处乱钻。真会让人玩到发狂。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点吗？这个是建筑物的监视器吗？等等，我把椅子丢在出口，不是把自己路挡死了吗？妈的，做一些白痴的行为。我稍微想一下，我刚进来这间房间的右转，好像有光线了。妈的，那我就是出门口左转就对了。来呀，混蛋！啊！呼呼！去死啦！哦，这边还有一间房间。哇，这边有光，那这间房间应该是安全的。傻小，我还要收集密码才能打开门吗？要玩叠叠乐吗？这边还有一间房间呢，是要从哪里进去啊？
是这间吗？门锁了，这间要密码也进不去。那我再上去试看看。哦，碎哦！好险，它有提示出来，要不然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过。这种小房间应该不会有黑影吧？哦，我可以踩着墙壁前进吗？三小，我靠近了才看见，这什么鬼啊？史莱姆吗？我走在史莱姆上面，还有啪啪啪的声音。哔哔哔哔哔哔，靠！要冰箱可以开啊？哦，又是底片。靠呗！不是不是不是，啊，门可以开了。哦，原来这间就是这个的门啊，我从里面把它打开了。这个正前方有一只怪物，那我要走这边才对哦。不能用，不能开，什么鬼地方？不能开啊！是某某实验室吗？哔哔。哦，又有一张底片。这是什么鬼啊？我完全搞不懂，完全没有提示说要打什么密码进去。有人走过去，老师开好嘞！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，干什么小啊？你们刚刚有看到有人走过去吗？还是不能开啊！接下来怎么办？冲过去吗？不要挡路！哎，这个门是原本就开了，还是刚刚那个不知道是人是鬼的东西帮我开的？这实验室吗？这什么鬼地方？哦，也可以使光室哦。怎么用啊？哦，我刚收集 X 光底片，然后再把它拿上来这边排列，然后底片上面有数字。哦，这个数字就是我要开那个密码门的数字啊！靠哟，问题是这他们那个他的提示我看不太懂，而且这个好难操纵啊！他妈的！操纵，什么鬼啊！干，我要到处去试看看，44719，这个不试看看也不知道啊。他那个字节跟他的图案是不同的，还要去理解一下他的意思，等于是一个猜谜吧。四四多少？四四七一九吗？四四七一九，不对，四四七一九一七九，不对，四四一七九呢？九七一。猜对了，呜呼！我真他妈的超聪明的，是这里吗？这里好像就一条，怎么了？我听到下面有，啊！
你他妈的混蛋！他在我后面，没有路啊！三小，OK， 再来一次，四四九一七，他妈的，这次我要狂冲了，不用再犹豫了，呜！这什么鬼地方？按按钮，不能按，这是最高层的，这什么控制室吗？这我进来的地方没有门，什么都没有。点名板，三小，我捡到导航地图，后面这什么 C4 吗？我靠！三小东西啊，我被炸飞出控制台。他妈的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被炸飞到控制台，炸飞出控制台，然后看着极光。这怎样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结束了！我靠！这什么狗屁结局啊！他妈的，太坑人了啦！我拿到导航地图，我只差最后一个道具，就是那个铲雪车的链条吧，还是轮胎？结果导航地图一拿开，后面是一个C4把我炸死，靠北，这是什么狗血剧情啊？妈的，比夜市人生还惨！不管怎样，那 Black Snow 算是一个完结了，玩到这边算是一个完结了。OK， 谢谢大家的观看，那也请期待我下一步的恐怖游戏。应该也是《战力时空二代》的模组了，那我再到处找找看。OK， 大家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按下喜欢，并把影片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们分享你的乐趣哦。